Oh,
福的笑脸，就像是一个生命正要破土而生，站在黑暗的怀抱里，我暴露在深深的寂静中，听得到那远去却回荡在耳边陌生的欢笑。我将自己埋葬，寄献给一片无人的荒原吧。HAYA是在2006年成立的。当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录制出来的时候，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聆听它。那个时候
在中国，世界音乐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新鲜，几乎鲜为人知的一种音乐，而蒙古族的音乐又没有人这样子去做，所以我们的音乐挑战了大家的听觉习惯，但是它就这样子留在我们的血液里。我们只有做自己内心喜欢的事情，并且用这一生只做这一件美好的事情，我们便可以在音乐中得到滋养。现在我们已经录到我们的第六张专辑了，非常幸运的是，每一张专辑我们都能获得非常多的鼓励和认可。我们连续3年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，我们也在慢慢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，获得了最佳世界音乐、最佳民族音乐。现在大家慢慢的开始接受，因为当我们回到家安静的坐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总需要让自己的心和天地间有一个接通的管道。我想这个管道就是音乐，就是世界音乐。我在前年当我们的第六张专辑《风马》发行不久的时候，我得到了你们的回应，我得到了在我想象中，在赤道上忽然给我发来了非常美好的讯息。我们得到了新加坡的 Fresh Music 有五项提名，有3个获奖，有最佳专辑啊，最佳主唱，还有最佳乐团。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，但是在我还没有来到之前，我已经接到了你们如此的善意，如此的回应，非常的感恩。接下来我们把一首《寂静的天空》带给大家。